看我爸搓啥呢？大骨头。这泡挺白呀。这血水啥都泡没了吗？这。嗯。焯着水，放点葱姜，上点料酒。他这个是机器切的，好像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机器切的薄点儿。嗯大酸菜，哎呀，泡着水。酸菜得洗好几遍呢。好几遍，更应该洗好几遍呢。洗完了还得洗。泡一会儿吧。泡一会儿。这俩赶上小馒头了。这就是那两块大骨头嘛，没有中间骨吧。嗯。好嘞。咱俩搁家这家伙这量挺大呀，两块骨头嘛，再吃点酸菜，再整点小别的菜，不正好吗？葱姜大料辣椒，上水，来点料酒，少来点一品鲜，上个色儿哈。对。哎，老式的。来点酸菜儿，对，这里头有筋。对对对对，你看，就这么片儿，这不是厚了酱的薄点儿。你看这多细，不用太细吧？太细不好啊？太细不好，别切那么细啊。太细不好吃。细不好吃，一片这不就细了吗？嗯，细的适合炒酸菜粉儿。嗯，酸菜粉细的正好。你烩酸菜啥的还是粗的好，粗的就不能片，这粗抡墩儿的扛咬，十字烩儿的是吧？对。哎，这酸菜心儿挺好哈。这酸菜心儿、啊、挺好。这酸菜心儿行。哎，这俩是真细吧？这酸菜不错。嗯，焖一会儿了。焖一会儿。哎呀，这家油下的挺大啊！你看这全要这油呢，你过酸菜没有油能行吗？这肥不得要这油吗？嗯，行了，烂了，你看扎着呀、啊，扎啥呀？这搁手一点就知道是还扎、嗯，这烂了。哎，我这里再重置。好嘞，大呀这个。嗯，我看这挺大。10块钱呢，包饺子够吃了。我爱吃。哪天咱俩包饺子吧。嗯，咱爷俩搁家伙食更好，你得整硬硬的。明天我整牙去了。啊，你整牙去了？我不行就吃整点小米粥、茶、泡面粥。我明天吃完早饭就去整，我要不能吃我就买点小米，插点粥。哎呀，这剩点明天早上你搁家还能吃。买点盐，拿着，我这会了。来点大米饭，好吧？那行，我们这饭怎么样？啊，你们这饭行。这玩意儿，人家都说了，你不能总说总您坏话。说啥坏话呀？你看，下去的意思就是，你看又来了。哎呀，好嘞，好了，这油没啥玩意儿了哈。这酸菜这吃的还能行？嗯。能装下不吧？装下了，这小罐老能装了。嗯呢，就照他做的。哎哎哎！这全是吃葱的。啊。哎哎，这家是最标准的。嗯。哎呀，火着上了。着上了，点着了。哎呀，妥了。酸菜大骨。好嘞。大应该。土，来点蒜酱，辣椒油。哼，我不吃那些，我这个牙不行。这必须得来点辣椒油，好吃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俺们爷俩今天俩菜哈、啊，一个加拌凉菜，一个大骨头烩酸菜。嗯，这大骨头开饭，快吃吧吧。大骨头炖酸菜。开饭，大骨头烩酸菜。这汤好。俺们爷俩4块骨头，一人2块。我尝尝这个凉菜，咱爷俩这量挺大呀，今天。嗯。能咬吗？能咬能咋咬不？嗯。酸菜得烩时间长点才软和。
控制时间短了。我妈要在家还得会。哎呀，我爸这凉菜，嗯，爽口啊！不行啊！手行，太行了，爽口，好的意思我就说。凉菜你就得拌这样，吃的有点酸味儿，开口吧有点甜，酸甜儿，嗯，真挺好，两口啊，嗯，来，两口，他俩，我来这块，啊，我这来个块大的，哎呀，我这个大，给你这个吧，不要不要不要来这个，哎呀，这大，我这也大，嗯，你来吧。那自助餐的都没有是大骨头，我今天会咱俩去吃自助餐，有的是，是不是？大骨头、猪蹄子有的是。那，炖的排骨都没人吃，这回没有。嗯。过完春节那39那也能吃了吧？嗯。我爸还等着那39那个。39那那行吗？行，过完春节肯定行。他这个所有的店儿，他都是一个算法，只要是这家行，那家肯定就行。我39你不行。那我花个那啥票呗，正常票。你在一个正常票不花，你又没挣钱了。我吃的少。妈呀！让你妈给家正好。你妈给家差39。过生日也打折吗？过生日，嗯，那我妈过生日这回上大连了，又不上大连，嗯，咱们就吃上哈。嗯，我跟我大哥那个身份证号上面那个生日都不一样，跟实际的不一样，那个都往大的写。我妈跟我爸的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都是阴历的。你还落户口那点，那点好整。嗯，我那给我写的1月份、2月份的，我大哥1月份的，我2月份。不查户口，我说就整个乱套似的。那人给写的。我那名都给我写差了，妈呀！啊，你那名也写差了。我这仓哪是那个？人家俩日字那个。啊，妈呀！改没改不过来了。那咱们家的都写差了，就我妈写对了。嗯、我爸叫那个昌，最后他写现在是粮仓的仓，原来是昌盛的昌，是不是？嗯、对。我呢，我叫徐长歌，我那个歌原来是鸽子的歌，就是白鸽的歌。完了，后来上户口那人给写的写唱歌的歌，完我也就顺着改过来了。等我大哥是那个健康的健，这回是建设的建，就我爸那个正确。我家户口的时候天差了，咱也没注意，或者改不了了，也没改。那时候不懂，打右靠了。这又烂了，我愿吃这蘸啥肉？这也是那啥肉，那雪花也行。雪花就是活肉。你看这个跳白的，它其实是筋。嗯，那都是筋，好玩的、嗯。这你咬不动了吧？嗯，慢慢可能是，我就愿吃骨头，真正肉我还是不敢愿吃。哎，嗯，筋头肯定好，行吧？那这个啃不动，这肥，这回就剩尖端，肉上我都啃了啊。你来点蒜酱啊。嗯，不吃那玩意儿。我也不多盛，我就半碗。嗯。啊。半碗，哎，搞这蒜酱，蒜酱酸菜往里蘸。咱们家愿意吃酸菜，我大哥他们也总吃酸菜。挺香啊。嗯。还有两块呀。这玩意就是饿了吃啥都香。你不饿吃啥都白吃了，嗯，吃啥都感觉不太好吃了。
凉菜拌大米饭也好吃。那还说啥呢？人那不就是饿了渴了，你不挑食。我那会我没跟你讲，我当兵上唐山地震那啥就在了，吃压缩饼干没吃过，这压缩饼干头回听说这家里成好吃的。嗯，压缩饼干那在哪有啊？七几年时候，那家一吃就跟那啥也没有，没有油，压在一起的一个方条，那家才干吧，才噎着。那整直叫拉了是吧？那还噎挺啊，咬梆梆硬。你越吃那玩意越干吧？没有水喝呀。那天一寻思，那谁吃压缩饼干那家多好。嚼挺好的。嗯。成天吃吃不了，受不了。一顿两顿行。那咱也是落后。吃馅米饭，你吃过馅米饭吗？还要馅米饭吗？汉道啊，没听过的。嗯，咱们家没有。河北产的不是山东这一带不哪嘎产的那玩意儿，就我们运气的馅米饭，小粒不长，长溜的精细。哎呀妈！辣椒可辣了，我先到了啊！我这吃辣椒吃辣了，得整一口。这回买那些酒呢，这回掺和着喝。哪天菜硬了就整个好的。哼，啥菜硬菜软，这菜都不错。啊！啥舌头？再整一块大骨头吧，来一块。嗯，整这不能剩下呀，你这剩下就麻烦了。或者晾晾，对。那你能吃多少吃多少呗，一人两块，那块你的。嗯，明天你就整点素的吃。啊、嗯，这天荤天素，明天小雅了正是整素的。鸡蛋糕啊，小米粥。对，我就最后这点了吧。嗯，我那瓶里还有点儿，我说我在最后夹一口酸菜，我就吃了，今天到此结束。啊，就这些。嗯。酒没了。酒还有点儿。嗯。一柱子，你那里还有吗？还有一口。啊。没。哎，吃饱了。咱俩还没少磕啊。啊。这是多少酸菜啊？多两大袋。一袋是二斤呢，他这才二斤多。这玩意儿不进几斤，它里边含水量，你就看它颗大颗小，这属于大颗专家。酸菜多吃点行，我妈讲话，酸菜也不胖人。嗯、我妈是多吃点，这我妈搁家的话让我多吃。酸菜泡啥呀？酸菜其实吃一口更吃不多少。你没说吗？大米饭是最胖人的。我从小就比较愿意吃大米饭、面条子。面条子是我的最爱，各式面条我都愿意吃。你就是吃啥都愿意吃，所以愿意好胖。嗯，我是特别愿意吃面条，不挑食。你没吃过油泼面吧？油泼面啊、嗯，陕西的油泼面、彪彪面，你都没吃过、啊？哎呀，我爸还没吃过的老的。我以前就是打工时吃的就是东北夜叉面条的手擀面了、面片啥的，就搁家做这种，剩市场卖这种。所有卖的面之类的东西，就吃过一回麻辣烫。
剩下那个就给家说，或者是到这打工的时候都没吃过。你总说那个叫格格面，格格面你连吃都没吃过，你看都没看着过，就是压的那个，你去炒过吗？我看见过做的，嗯，没尝过啥味儿。没。早知道光这玩意儿挤整块面塞里头了挤，那玩意儿都可简单可简单的呢。那玩意好吃是吧？那就是啥呀，高里一涮，就跟那搁人家的面片子一样，像不一样味儿，不一样味儿啥？就它那个汤。对，你有汤，你有料，关键是你这面主要是吃料呢，面都是一样的。来吧，走了，干杯！嗯，干杯！干杯一口，干杯一个，大家干杯！哎呀，哎呀，吃饱了，凉菜照溜光，这个剩点儿，这家咱俩。挺是战士哈，嗯，那吃饭酸菜没啥事儿，那个肉我吃一块儿就，肉这大骨头没啥肉，就高这个大骨头这个汤压出来这个油，完了烩酸菜才好吃呢。大骨头主要要这汤，俺们爷俩也整挺好，今天吃的好喝好，那个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